小牛电动车，小牛电动车厂失火了。小牛的标志看见吗？公交车致燃了！哎我去，这都烤的，我去，哎呦我去！哎呀妈！太吓人了！太了不得！这要是有坏蛋。这长街，你看看，这全是警车，全是道儿已经封死了。关于我千辛万苦跑到云台天库源头去看见一个水管这件事情，河南省云台山瀑布号称亚洲第一高。近日，一男子登上云台山瀑布顶部寻找源头，结果发现竟是几根大水管。视频显示，有男游客在游览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的云台山瀑布时，爬上山寻找瀑布的源头，结果发现水源是几根镶嵌在石头中的大水管。视频显示，在瀑布的最上端，一根水管正在不停地喷水。云台山瀑布号称落差314米，被中共党媒吹嘘为亚洲第一高。景区门票120元人民币，观光车票60元。网民纷纷感叹，为了看几根水管子，花费180元到底值不值？大陆网络上，许多网民留言调侃，好歹做工好一点，把水管埋在石头里面不容易发现的地方，你这是露出来的半截，这瀑布原来也有作弊的时候啊，这水管子也挺有创意的，至少保证了咱们游客能看到最美的云台山瀑布。这些水是下面抽上去的，水管在这里伪装成山体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水管一直往上面送水，然后一直往上面送水。哦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然后送到最上面，好，从这里，然后再从这里，然后还在往上面。哦，到山上，然后从旁边这里流到这边过来，然后就开始把水放下来了。好，你摔凳子吗？啊？哪里边摇摔？热不是牛摔过？再牛摔过聊出来了，估计聊就扛里头。那就摔过聊出来了。摔摔几个，在这摔头能耐下，你都不知道还要贵，谁放还要贵？谁？嗯。真的从主笔记，那贵头真的，他聊到这里。你把甩床上了。嗯。哎。哇！云台山的瀑布。原来是个水管，大铁管，好不好？我看见昨天都是人。OK。你看到牛啊？嗯。行。老铁，上面。撞进楼下的台灯。这胡子真对。哎，上来！哎，行，上来。水管子，大水坑。这行，不外面瀑布。瀑布，瀑布，你在哪里？瀑布，瀑布。这是瀑布。
这里是冰瀑，这里是冰瀑，这里是雨人，这么多人，哇，这么多人，到这个广场里去，是不是介绍？我看我摇回来，他也开不开啊？摇回来开台上了吗？没人抬他呀，我操！这里就是著名的云台山天瀑，可是水呢？哦，是不是从那梁下的？我地利千仞，无欲则刚。咱上面看得住是不是？这有一道嘛，看，这不上面有一道，看，有一道瀑布直冲而下，飞流直下1000尺，疑是水管漏水来。哪有一道？云台山啊，云台山大瀑布最顶峰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